关心关心也关心，转入转到是转现，脑中情绪总万贯，将暗文武放遍天。今仔日接到下尾一起要跟我搏斗的挑战书，但是现在时辰已到，是安怎还未看到一起的形影？啊！下尾苏大兄，下尾两起，啊恁大兄一起咧。阮大兄也搁咧休困，你先下尾迈过来，等到过中央再来下尾比赛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阮大兄搁咧换水器耶，伊讲要等到过中央才有哈多下尾比赛。啥？有这款道理？下尾是真的，你敢有听过下尾九月中央？落啊，畅凉。那是什么？阿伯，你等下哦，我请台文老师柯文秀来教你做阿伯解说哈。九月中阳，落啊，畅凉。九月时节。六降一降的落下来，阁生出新降。这当阵无觉会予人欺负，新生出来鹿茸嘛是幼咪咪，夹着会疼，所以伊走去边，走去藏，叫做藏茸。台湾出产鹿啊，所以才有这句台湾特有的俗语，伊嘛是非常古早的古早话。原来如此。安尼讲起来，恁阿兄唔着还搁咧话嘴气，下尾无错。大爷讲爱用到过中央，才有哈头洗新的嘴气。伊要用下尾嘴气做武器来比赛。但不过恁阿兄也唔是懂啊，恁两个下尾嘴气的有啥物可骗？下尾两气，你答我吧。阿伯，我阿伯哪会敢甲你骗啦？阿伯是真的